走了，回家了。看，今天我来开。妈，你还是别开了吧。没事，我练练手。练什么手啊？完全就是把我们的命当玩笑。你说什么？武林他没说什么，他只是想早点回去写作业，让唐三开吧。对对对，小五，他是让我来开吧。少说。小五，要不还是让我来开吧。对呀，妈妈，把安全带给我系上。小五，你插我这里，我插哪啊？什么这里那里的，哪里不一样啊？你的就应该插到你那里。插这里，我没注意。妈，你不会是连油门和单车都根本听过吧？妈，你去年不是崴到脚了吗？去年崴到脚跟开车有什么关系？早好了。开车跟乌龟一样，我要赶紧回去写作业。啊，也没事，我今天开快点。别开太快了。不急，开慢点。不急，小五，要不你别开了，我感觉我背后凉飕飕的。凉什么凉？我把空调给你开上。妈，我好热。30几度的天气，你开什么空调啊？对呀，我们不是说冷吗？我开了空调啊。你开的是热风。等我马上开冷风。那是雨刮器。不管了，我们回家，回家。小五，你开窗户干嘛？安静。你开的是热风。小五，你开窗户干嘛？按错了。妈，你翻水干嘛？又按错了。小五，我想上厕所。妈，我们也想上厕所。不要每一次我开车不是上厕所就是肚子疼。没有啊。给我坐好了。对了，哪个是油门，哪个是刹车啊？怎么都不坐我的车呀？唉，自己不会开车还偏偏要开。哎呀，烦死了。我说我开还不让。不会开车就算了，还争什么争。唐三，现在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凉拌呗。要不我们走路回去吧。回去还有100公里啊，走到啥时候啊？那小五开车你们敢坐吗？我不敢。我也不敢。唐三，那你敢坐吗？呵呵，我更不敢。走了。我走不动了。我也走不动了。唉，快凉了，这个你不许吃。哇，这个饼干看起来好好吃啊。你写完作业我就给你吃。我也来了。不写完了你吃吧。就是来吃。住站住。作业都写完了还是没有好吃的，我好难过。姐姐，好吃的都给你了。谢谢。你说你是哪来的？弟弟给我的。这些都是垃圾食品，不能吃，我就先收起来了。快丢下来呀。啊，是你。你这样扔下去会很危险的，而且水果也会砸坏。不会的呀。我们试试看。妈，都做烂了。妈，真烂了，这咋整？等我，瞬移，瞬移。啊，我的冰激凌！弟弟，你拿着冰激凌干什么？如果我把水果放冰激凌里面，掉下的时候减少冲击，这样水果就不会摔坏了。在那乐啥呢？如果你听话了，做弟弟给我冰激凌。火焰转移术。哇！哎呦，能不能别吧唧嘴？要是这个遥控器能对人使用就好了，我一个暂停。我去，这么神奇的吗？喜欢吧唧嘴，我拿黄瓜给你换成辣椒，让你吧唧嘴。播放。咋的啦？要起飞呀？暂停。播放。我水呢？暂停。播放。哎，暂停。哎，不放啊！武林，吃饭呢？你们洗澡来了？见鬼了！吃完了走吧。走什么走？这米饭还这么多呢，赶紧吃完，别浪费。不浪费就不浪费。啊，返回。吃完了走吧。你哪吃完了？
看我，赶紧吃啊！怎么还越吃越多了？吃完了。哎呀！返回，快吃啊！返回，我返，我返，我返，返返返返返返。不行了，不行了，我感觉我吃了20多碗，都吃不下了。哪有这么夸张？你这，我好像怀孕了。怎么了，悟空？快说呀！从今天开始，我要闭关修炼，不成功变黑人。孙悟空带闹天宫，孙悟空带闹天宫，孙悟空带闹天宫，孙悟空创办新宗。对，顺风，孙悟空喝酒发疯，今天染宫。单挑红中都不对，有了孙悟空和捣蛋杀红中。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，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，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，曹操挟天子去请公头，闪现去捉路送人头。韩国的首都是汉城，韩国的首都是汉城，韩国的首都是汉城，韩国的祖宗是湖北人。不对，韩国的总统是周杰伦。不行，韩国人拉屎拉一本。我是文件的收缩。不，七五零，你们快过来。怎么了？这次考试你们有很大的进步啊。值得表扬了。就是啊，没什么事我们回去写作业了。等一下，又怎么了？呢？爸，你不是扔了吗？是扔了，但是我又找回来了。是妈妈不让你玩，但是你玩和学习要分开一下。一定要规划好时间，不要耽误学习。从小要养成一个好习惯。放假回来你要安排好自己的作业时间，这样剩下的时间你就都可以玩了。不能每次回来你们就顾着玩，睡觉了才知道赶作业。知道了。那给你们，那以后你们是先玩还是先学习啊？先学习。那以后你们该怎么做啊？我以后回来先写作业，我一定把作业写完了才玩。我保证以后再也不耽误学习了。说话要算数哦。家人们，这个特效好有意思啊。家人们，谁懂啊？这两个小孩如果放学就在家里走来走去，他们是不是脑子进水了？可能是吧。